Mate 60 Pro 已经出来4天了，那我们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下50 Pro 跟 P50 现在的一个机器情况。嘿，玉小姐，我们来柜台这里看一下 P50 Pro Mate 50 Pro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，采访一下 Mate 60 Pro 出来了，然后 Mate 50 Pro 会掉几张？这个前面已经稳定2000多一点点，现在我是说 Mate 50 Pro 那些啦， Mate 60 Pro 出来了，然后这个50 Pro 掉了几张啊？掉了1-2张，不这么小吗？你想掉多少啊？才掉1-2张，掉8张呀，一共才多少钱？前面都稳定了，很便宜。哦，是前面比较稳定了，但是你柜台怎么还有呢？我是卖华为的，我能没有吗，亲爱的？我没有，我还卖个毛呀！我都不怕下班了，回家了。Mate 50 Pro 来看一下，颜色都齐全，证明这个不受欢迎，是不是？敢不敢承认？对对对，小心说什么都对。Mate 50 Pro 其实4G、5G 用起来差不多，但是要对比60的话，肯定是60飞快的。我亲自看了60的速度的，来，这个是皮的，我比较喜欢这颜色，这个还不沾指纹，我比较喜欢这个，黄色，这个叫做橙色，这个颜色比较明亮，好不好？对，这颜色挺明亮的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溜光紫，这紫色真的是有爱，太好看了。我们看一下里面吧，这个就是一 Mate 50 Pro 曲面屏的，现在多少张？40张。哇，我还是喜欢这个。来擦一下外观，看一下这机子有没有磕碰。 Mate 50 Pro 4个摄像头，这个还耐脏了，你看不会指纹印，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现在的电池有多少，100电池，这没怎么用的是吧？那 P50 Pro 呢？我要一个麒麟处理器的，这个我要了，这个多少？13，来放下去，那些不要，我改天再来给你拿。这个估计要等15过后，这个先来，这颜色挺好的，40张就拿到它了，登记好了，这个等一下再来挑吧，先给我记一下。